么某重量是500公斤一某，这个只要36到45公斤，就是他就是说，他只要他这一包就可以用于一某天的那种，这得一卡车是吧？他不带病，便于管理，而且在量减方面，比如说减肥呀、减药啊这方面，就发挥了巨大作用，给农民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